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讲解的这盘棋呢，是一盘非常精彩的围甲联赛的主将对战之局，是由安徽华益队的袁胜珍九段对阵辽宁觉华岛队的彭全七段，这也是两个队的生死之战。因为现在这两个队呢，正陷于保级圈之内，都要为保级而战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辽宁觉华岛队的主教练刘晓光九段来为大家讲解这盘对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讲这盘棋。这盘棋刚才也说了，是这个保级战的一个关键之战。那么，两位是主将，那么袁胜珍呢是安徽华益队的主将，那么他呢是世界冠军，是比较强的。那么彭全呢，就相比之下呢，比他的战绩较逊色一点，但是所以说应该说有理由相信，就是说他的这个期望值会高一点，但是是的，这一盘呢是也是从结果上是等于是保级的一个生死战。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来说这盘棋啊。那么这盘棋呢，彭全是黑棋，对，这样。刘老师，那个彭全作为主将，他出场的多吗？不多。哦，不头一多，次，头一次，很少，那看来对，是，是，他是外援，韩国外援。我们有一个外援呢，因为他们主场呢不能相碰，所以呢只能是找这个非外援的，像彭全在哦，上是场。这样子，这是普通的一个下法啊。彭全这个棋呢，他是比较喜欢实地的，这个对于后半盘的观择，他比较娴熟。那么袁胜珍呢？是战斗型的，比较善战，这个，但这次呢，他的战绩呢，总的来说不是最理想，所以呢，华裔队啊，最后的结果啊，就是降级啊，跟他可能有关系，好，我们来看这挂角大飞，然后分头，这都是简单的啊，他下了个高的，高的，对，这个我说这个加工呢也很多，但是我们就不一一说了。这个是彭全喜欢实地，这是一种喜欢实地的一个下法，是吧？然后点三三，进角，进角，对，这样是吧？对，一起这个唱。是个定式，先爬，然后他选择的这是立，不是顶。那么现在白棋呢就顶了。搬出。扳住，对，把实地捞掉。实际上是彭全啊，他是不喜欢，实地给别人的。这个袁胜珍呢，他可能是也是一个，针对他这么下，是吧？对，这是一种下法，下的这个下的最近下的不是很多，先打入在这个地方，是，是吧？这个不走的会被跳一个会很难过。如果你跳在这儿的话，被这一跳，这里有点。有很多毛病，是吧？所以呢，他要强在这个地方，控制住这个跳。如果你跳，我从这面接呢，就或者咋定啊，这个棋有脱过。那么现在走在这里之后呢，白棋是尖的，对，是吧？是这样。这个是一种布局的一个战法，各有利弊。看每个人的选择啊，有人喜欢哪方面的这种走法。现在这个跳很大，这个否则这个搬呢，是吧？三搬次起跑，来，是吧？这个是必须爬，这个因为不爬这个拐是先手，这个点里面没有活。爬在这儿，黑棋跳很大，就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是，还早得很，是吧？对，就请慢慢下慢慢吧。下，对。那么下面白棋走什么呢？他在这儿连一个，连了一个，对，对，连这个的，棋。刘老师就觉得是不是这走大肠，到底应该走哪个大肠，有点不这明确。个很多，这个就是看每个人，这个哪怕手脚手这个，或者走在或者中间在什么地方，或者哪怕往这个地方等等，这个很多，下法很多，也有往这面中间跳的，走这个的都有。这个呢，不管怎么说，它不是坏棋，连这个先中国连一流，个。这个因为下大家都习惯性，这个中国流这布阵呢。走大形势的时候啊，都不差，在这个位置不会是个坏棋。先连片先连片，
袁胜征他是喜欢战斗的，喜欢战斗人尤其是喜欢这一类的走连片的棋。那么彭全他是跟着走飞起来，飞起来啊，你那个按理他既然飞了，我觉得这面也可以考虑在这一带先动手也是有可能的，让他飞在这儿护着一下脚，这个大飞脚看起来有点薄弱啊，对，以后很容易被人家在脚上出棋，是是是。但假如说你这是比较厚的话，他再进入就有可能要吃他了。现在走这个啊，白棋大跳，大跳这个是吧？先拖了一下他，先拖，先试个硬手，是，这个也是一种。一种战法，对，先试一试。你如果是这么走还是这么走，它是不一样的说法。如果多一个，它可能就要吃你，就不一样吃法。现在它是搬的，对，搬的呢多一个利用，它就先看一看，然后往中间走，大跳。黑棋呢，它是往中央，它追击它，追击，对，追一下。这是说下一步要准备这样靠？对，明显的就是要走这个。是吧，你搬了它就这个断了，就顶断了，这个不得了。让你补就看你补在什么位置，你补这个当然很难过，我就便宜了。看你补在什么地方，它是往这边走，它实战是靠了一个，靠一个，搬一个，然后退一个，对，可以再长一个。那不管怎么说，这个呢脚上走实在了，那么它这个现在就便宜了。如果你现在再走，它有可能立在这儿，这个地方就没有那后来那个便宜。现在交换算黑棋便宜了。对，下面这边尖一个，先尖顶一下，是它的，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呢，它拖过，是吧？很大，这个很大。拖过，它是救回了这颗子之后呢，自身还有眼位的问题。自身呢，眼位也多了一些，对，目数也走到了，对，确实，因为他如果不尖这一下的话，刘老师他是不是拖不过呀？不行，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就哪怕就这个不行，是吧？断掉，对，这个就爬回来了，这是不行的，要走了这个之后呢，再搬断，那就黑棋往回连呢就很辛苦了，这个就很辛苦了，连不回去，麻烦了，好，现在他是长在这儿。走这个，这个有了交换，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布局走成这样，这个白棋啊，这个捞的时控啊也很快。黑棋呢反而是一个，除了这个时控，这是比较虚的地方。他现在呢，他是走的这个，拐了。那黑棋是不是接下来要赶紧抢大场呢？刘老师他如果抢大场，这个棋啊有缺陷，这个地方被他拐一个，还有一种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是有毛病的，对，是要补的。看起来这个黑棋很厚，很厚，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棋要走，这个棋要走。实战是拐一个之后再压住，压住，对。这两个他也交换了，不交换呢，他觉得放着也。这个也没有用，你这个搬呢，本身现在暂时来说啊，没有特别的实际作用。就算这样，它能挡在这里，这个官子有损，干脆就把它定型。这是彭全的一种定型的方法，他喜欢这样，喜欢这样。其实刚才看您挡到这儿的时候，是不是有先手味道？因为这个扳打了先手，这虎了要断它了。这刚才说在这儿啊，这个棋里面也有味道，但是本身这个价值眼位并不好啊，并不好。对，干脆这样的，就算它一路扳粘你，这个棋也没有不便宜，所以就拐成这样，定型这样没有关系。定型成这个样子之后啊，这个还没有彻底活。没有彻底活，但是呢，时控上来说白棋不错。那白棋呢，这块棋呢，他觉得还是需要加强一下。对，他走这儿走的比较凶一点啊，飞过来，飞也有说小飞一个也就差不多。对，小飞也有可能小尖，但是他他是小飞的小尖呢，也是一个普通招法，这是稍微强一点。这个地方不是留有这个断点吗？暂时呢，断点有点辛苦。暂时你怎么断的？断起来辛苦，这样断还是靠断？他就是说，就因为看你让你来断，暂时是断不好断。
而且呢，如果假如断了之后，白棋走在这个地方，这一块棋啊，也是活棋。它是活的，它不怕。暂时是活棋，对，是吧？不怕。那么这个棋呢是走在这里。嗯。这个布局走下来之后啊，总的来说应该说显得白棋的实控不少。嗯。哎，这个我想这个白棋原神阵他是针对彭权这么下的，他知道对方喜欢实地，所以呢他把实控先捞了之后呢让你来进攻我，这样呢他就形成了他的一个作战的这种就搅在一起了。对，哎，这个这样的喜欢实地的话会喜欢白棋。那么现在该黑棋怎么走啊，我们来看看。对，实战呢黑棋是挂了这个，挂这个，对，挂这个不小啊，不小。他希望在这边就是做出一块活起来，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白棋走什么？小飞。飞这个。哎，如果小飞，假如说飞这儿吧，可能是这样。对。搬。对。这是普通的。立下去。这个、对，拆二。应该是这样，是吧？对。哎，这个是普普通通的招法。很正常。对对对对对，是。但是袁胜珍并没有这样想，因为这个他的实战是拆二，是吧？他实战白棋拆二，这个也是眼见的一个好点。嗯，感觉因为你这个地方有子了，假如这个地方是没有子啊，另外一种状态啊，他可能就小飞啊跳啊都有可能。对，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反家呢。嗯，从全局的感觉来说还是不错。嗯，应该说。这样你要是尖一个呢他再小飞可能会好一点，那肯定是吧，是的，交换一下这个柴二，这个形状会好一些。对，哎，这个棋，嗯，而且好像对于刚才那个我们摆的这个变化不是很满意。嗯，他想把这个还是想守住这条边，对，然后呼应上面这个飞呢，如果在这一带能够成事，以后可能对于中央会好一些。他是这个不错，这个走这儿啊，这个现在黑棋实际上眼见的这个目啊，现在黑棋比较难下的是什么？这个难局要给把它转化成实地啊，比较难，因为你这个空啊围比较难，中央这一块怎么走呢？他这个青在这个飞在这个地方马上断又断不了，嗯，如果就普通的走法呢，有可能实控不够，对，看他怎么走，是吧？看看彭权怎么来进行啊。他是反家，一间反家在这儿。哎，对，嗯，这个一间反家也是个好形。嗯，他拖过，眼见的拖过是吧？白棋如果说他要尖出来的话，你是不是立刻就要点他呀？应该是点三三，对，哦，点。对，这种棋形一般都是点这个的。哎，点这个大概是这样，哦，这样啊。嗯，这个黑棋可能希望这样，对，先实控捞得很舒服，先捞着实控再说，啊，而且这个子以后好像还是有活力的，比如说靠出来，对，哎，没完全死干净，是，白棋要吃它的话，还得花一手棋把它罩住，是，嗯，这个是个普通拖一个就眼见的也是个好点，是吧？拖一个是个好点，白棋马上拖掉，啊，对，这个因为这种形状是一个眼见的一个，能拖就拖过吧。嗯，是吧？这样走呢，如果普普通通走，大家简单的，比如说你走这个，它就飞过来，你在那边活了，如果这样对，啊对，这样走，拆了，它就拆了一个，或者拆在这儿，这样走下来，空啊，应该是白棋喜欢，白棋空不少，嗯，白棋空不少。因为全盘看到黑棋就是这块棋比较大，对，其他地方贴目要小心，没什么目，这个，你这个黑棋的这种贴就是贴目的负担比较重，嗯，所以他没有这么下，是吧？嗯，黑棋不敢这么下，这么下麻烦。这两个人呢，从我们就是这个都是觉得这个袁世珍战绩好，所以把他放主将。嗯，而这个我们这个叫那个，我是在辽宁菊花岛队。啊，他这个呢，我是在这儿当教练啊。嗯，两个队呢，就是把
他主将想赢了之后呢，这个队就是如果赢的话，那就保级就希望很大。所以后来的结果呢，他最后结果彭圈赢了之后呢，一下子使得这个队是主要输掉了。哦，哎，所以这个主将特别重要。对，所以把他期望值很高，他的压力会很大。没错，没错。哎，最后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棋局啊。现在，这个形状。走挂一个呢，是想张这个势。比如说你走这个，他走这个，对，这样，这个地方有个打入，是吧？想这样张这个势，这个地方呢以后有跨段呢，这个地方有跨段，来这块棋还没有活，是想这么下，这样下呢，就是说黑棋呢张势呢，就是由。这个要想取胜了，往这方面走比较有利。对，而且这个走完了之后，这一带有打入。哎，这一带有打入，这是常见的一个打入。如果你要补掉呢，这一带如果黑棋再加一个的话，很有可能就成为实控了。一个你要走这个，他这个不，这里有跨段，你然后他走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形状好。对，黑棋希望走成这样。哎，这个棋呢，这个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袁世珍呢，他是走的比较强，因为刚才他看到了黑棋这个企图啊，这里有跨段，他走什么？他走这个，拖一个呢，是马上进入战斗，如果你搬他就断，对吧？下面走什么？如果你打，如果打好，他走这个，一般的常规手段是这个，他走这个，关键争不掉，争不掉。对，争不掉，它就形成了这个作战。如果这个地方发生战争的话，这个跨段黑棋来不及，你就来不及跨段呢。通过这样，它就一战斗啊，就给化解了，对，就把这个弱点给化解了。这是白棋希望的。如果走往这条道引的话，是黑棋最希望的。这样的话是黑棋麻烦，你这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好。你看这样啊。他不管压哪面，压这个就行了。哎，你这个就如果走这个再来一下，是吧？就给你这样是白棋希望的，没错，是吧？这个不太好。这棋怎么走啊？这个棋，哪怕你单长的话，他这个打吃也有可能，怎么都不好，这个不好，是吧？这个打吃也行，或者哪怕粘都行，这个作战是不行。彭全呢，他想另外一招了。对，我们看实战啊，他走什么了？他觉得这个一挂，我的意图没有达到，这是最希望黑棋的结果。你这招狠，是吧？对。那么直接走又不行，他走的什么呢？他走的这个三三拖，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迂回转。你走这个的话，我再一扳，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断了。如果敢断的话，我这一吃，你就麻烦了。对，就这个完了，这个就是上黑棋当了，他这两个交换，对，这个就白棋完全上当了，不行，这就不行了，这个不行，所以说是这个棋呢，三三呢，形成转身的一个招法，哎，我觉得这个招法挺好的，刘老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手段，嗯，我这条路走不通了，对，我就赶快转一条路。三三我就干脆捞实地了，嗯，在外面让给你再说了，是，这是只能走，因为这个条路肯定是不行，因为断了之后白棋的意图达到了，是吧？作战不利，确实，对，干脆就转身，嗯，那么现在走这个呢，你就走什么糊起来，是糊起来，哎，只有这样了，你那个被扳住你受不了，你的这个子就被现在他长这个干脆要实地，嗯，这是一种转身转身的方法，是吧？然后白棋这个好棋，这个好棋挺好，这个好，哎，这个继续要逼迫这个棋没有活呀，是吧？哎，这个拖一个也是可以，这个方法就干脆活棋，也别往外跑了，没意思，没有意思，这个没有意思，哪怕这个棋啊，他就跟着走，没有意思，就退一个，是吧？这没有意思，你还得往前，这两个往前出走的话。底下你还欠着，这个没有活，嗯，反而没有，有可能损，哎，还这个像这样的情况啊，
外面又不是白棋的空，都未知数的时候，最好是以求活为最佳。现在它是拖的。那么这个棋呢，白棋一看，还是搬外面。哎，这是好的选择，对吧？对，搬一个，这好的选择。黑棋退一个，哎，这个大家妥协成这样啊，这个局部哎告一段落。这个黑棋把时空一捞。这个还是挺好，也符合这个碰圈的这个风格啊。下面就是这一代该怎么走。这一代啊，因为是一个要白棋必须往这个方向走的眼见的一个大场，对吧？得拆了哈。对对对，该则拆在什么地方是吧？拆说他拆远一点行吗？拆远呢有打入，对不对？是不是马上打入都是有可能的？对，拆近的话，哪怕拆近呢，以后这个地方他有点不肯，不说这个搬了，他也不太肯，是吧？拆多的话有打入，那么他是拆的高的位置，高的位置这个高低配合比较好，因为他下一步啊，是不管是拆一拆二，这个地方总是留一个非常大的大场。是的，这个棋呢，如果你黑棋在这个地方拆二是个好点，那么他就这两个交换之后算的便宜了，他马上转到别的地方走棋了，就别的地方走棋了。白棋就比如说，在这儿虎一个，这个虎非常大，对，虎一个很大，或者砸定一个，是吧？守住角，都是可能，虎一个也可能比较通常的下法，这个角上也算补助。对。那么下一步啊，这个瓦粘呐、往前翘进呐、这个都一点点蚕食黑棋，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是吧？如果这么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话，可能喜欢白棋的比较多，是的，因为天目啊，因为这个棋。这次以后怎么处置啊？你如果不进行对白棋进行攻击的话，只是走空的话，不见得有黑棋好，不见得有白棋那么，是吧？他这个地方有搬粘，有搬虎先手，是吧？这个地方还不好马上动。那么现在呢，黑棋是没有拆，他是抢了一个，他看到这一点，他是抢个大的。他觉得那步棋呢比这个拆二更大，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他走的什么？说他点三三。点三三呢，你必然是会走这个，你不要这个，这个会被他爬过来，显得很大，是吧？对。那么他就挡下去，这个要挡下去，搬住。搬这个。搬下去比较狠，搬下去呢，你如果不断冲这个的话，他黑棋吃这个，是吧？虽然这两个损了，但是呢，这个吃住呢，把这个子也废了。你可能受不了。对，这个白棋。有点得不偿失吧，为了吃那一个子，这边这个子伤了，这里这个子也撞伤了。这是黑棋要这么想，所以呢，这个白棋呢实战呢，他是没有这么冲，他是走什么呢？他断一个，断一个，他是先打，打吃，先打，记住这个棋，不要这走这个，他被他打住了，这个他是要先打。他粘，先打只能粘上，粘上，然后再粘上，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角啊就捞掉。白棋打在这儿，白棋打这个，形成这个局面，这就是、彻底的把时空，你看捞一个角，捞两个角，把这个角都捞掉，让中央留给白棋，留给白棋的中央，这个然后再慢慢的往中央走棋，对。它这个中央呢是这样的，就是黑棋有几个口，这里小尖有一个口，这里还可以进来是一个口，对，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封实，所以可能在彭全的眼里面，这个中央根本就不是你的。对，看着虚化化，实际上啊，也不容易围，是吧？对，不容易围。不过呢，他实战还是先加了一下。这个加是个好点。对。他这颗一这一加呢，这颗残子啊，就能够利用上。如果你拆二，当然非常大啊，拆二很大。白棋大概飞这个，飞一个，飞一个，对，这个很大，是不是啊？这一飞呢，把这个头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的虚啊，比较虚呢，就显现出来了，这个怎么走很比较麻烦，不走的话，白棋就往前走或者往前走，这个地方也有点，黑棋都，这个地方弱点就出来了，对。这不走不行，走呢你怎么走啊？往哪儿走都不是行，
对，所以这招棋显得格外的大。没错。最后黑棋还是选择这招棋，夹在那里。哎、对，这招本身很大。我这不走呢，再尝一尝这个地方有跑。啊、对，下一步要跑。哎、对，等于尝一先手，你还得再补一个。嗯。所以这招棋显得很大。是的。哎，这个棋就是一个从实地捞完实地再往中央渗透啊，这个是我了解，是彭泉比较喜欢的。这个袁胜珍呢，对彭泉可能不是很了解，他可能头一次碰他，对他的棋不了解。对，哎，袁胜珍是这个比彭泉年轻，他是他的前辈。然后呢，这个他年龄小，最近这个国际比赛他不错，拿了一次世界冠军。所以比相比之下，比彭泉成绩好，哎，所以他并不知道彭泉这个战法，所以那个辽宁队用彭泉呢，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哦，是这样，看来您的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定火候的。不，也是没办法的啊，没有办法，因为他很重要，不是他不能别人不能上，不能上。张翰成不能上，外援上，外援不能相碰，哦，不能相碰呢，只能是拿，我们国内的棋手跟，因为他是主场嘛，啊，对，这是有赛制的规则。是，现在加一个，下面该白棋了，嗯，走什么？白棋呢？下面先搬，跟着白棋是他先搬粘了，搬粘了，在这儿搬粘了啊，走了一个先手，搬粘先手是吧？对。把这个该收的空先收到，对，然后再搬这个，搬这个啊，看来那个总是他的啊，在他连搬，对，这其实要连搬的，这个是这个的后续手段，是的，哎，这个地方有双脚吃嘛，是吧？然后呢，这个地方就进行交换，他打吃，打吃，他是粘上，接上，对，然后白棋是长的，嗯，这就双脚吃嘛。黑棋长这个，长这个大是吧？对，这个特别大。哎，把这个黑棋收掉，这个啊。嗯。下面就是要么飞，要么走这边了。对，两种选择了。哎，刘老师，我很奇怪，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不飞？飞他怕他是不是怕他这个？他觉得这样你黑棋先手割了我一刀，哦，是我估计是怕这招棋。哦，是这样。这招棋比较大。嗯。哎，这个地方好像依然没有。口袋没有扎紧，因为就刚才说的这两个口还没有，对，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尖嘛，嗯，是吧？或者有一个夹，嗯，是吧？这个地方有这个棋，但是这个不可否认是个大棋。对啊，但不管那你说我先走了一个，把这个地方乘出来，缓和了这一块棋的，和你当时飞那个差很多了。嗯，那先手便宜了一下，他不肯呢，这招棋也相当大。实地相当大，确实，哎，相当大，嗯，甚至有的还想在这儿强一点，在这儿，哦，强是在这儿呢，他又担心什么打入之类的，是吧？嗯，又担心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味道，是的，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考虑了。看看你喜欢拆一拆啊？我可能没有胆量会大飞，我觉得被人家打入进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还是这个啊？那跟他的实战一样。袁胜珍就是走这个可能还觉得够了，是不是？是分寸感哈。这个的确很大，对，是吧？但这个双方拆二一带，这个实地的一个一招棋。是，但这个局面我觉得后半盘很难收啊，刘老师。哎，这个是考验后半盘，这种是难局。嗯，难局能够把它怎么样转化成胜势，或者把它定型？嗯，其实是一个这高水平。是最能体现高水平的一个地方，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困难。其实你收收边呢，或者很简单的一种死活，那个容易。对。就是像这样的中间很未知的虚的地方啊，怎么判断形势是个难的。对。这个专业棋手是一个，就是对他们来是一个难题。对。碰到这种局面，我想谁都没有把握说能把。怎么样？都下对，把难局给他变走成，就等于形势好，都说我现在形势好，怎么样能把他胜势变成，就是说是你形势好把他赢下来，这个是个很难的。对，下面白棋走这个黑棋呢，刚才你说这个大的点是吧？嗯，那么黑棋应该跳一个，跳进来了，应该这两个是，只能你选这个，我就必然选那个，嗯，各选其一，这是剑合，对，是的。
下面这个棋啊，是不是该走了？对，现在搬了一下。搬一个，老是这个地方一个伏兵是吧？一个交换，我一直说这个两个是便宜了，当时很机敏的时候，现在再走就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后了之后，什么可能都有，是吧？你要小心，一个是白棋来吃你，对，说不定来这么吃你了。都有可能是吧、他急的话是他就不会走这个了，哪怕他走这个也比那个后来那个都强，你不见得能活。哎，你这样的话他就这样是不是啊，这不见得活，这这么要吃你了。哎，那么走在这儿的话他一般呢还真是有棋，要小心了。是的，你走这个了他立了，这已经活了，活了是吧。哎，你走这个这一打吃这就出棋了，所以他是走的这个打吃。那么这个叫吃，他提掉啊，对吧？大概也只能是这样的变化。这样的黑白棋，因为有这个呢，通过这个叫吃，他能够官子便宜。对，官子便宜了。对，这个是白棋，这个伏兵啊，走了一招啊，是他的好手段。因为当初如果没有这下拖的话，白棋不可能能虎到这里。哎，对，就走不成这样了。对，这个一转换，你反正是后了的，你还得走这个，这个很大，这不走这一长太大了。走这个。打吃。打吃，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脱先，就不见得非要粘上或者走别退一个，不要走了。这已经便宜着了，等于是。哎，已经便宜了，这个完全便宜了。嗯。这就是这个白棋这个好手，对，好手。那么这个和这个呢又基本上能够相呼应上，挺好啊。那么这个地方算告一段落，下面呢就是白棋进行这个怎么样后半盘的收官，是收官，看怎么收官呢。这很挺困难的。收官怎么什么这个棋呢，其实是这个棋啊，它是实战是不是挡了一个，没错，这个挡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这个是个关键。这个挡是个关键，这个最好是不要走这个，因为什么呢、后来他挡搬粘，对，我觉得这个棋别走，这个立是先手，为什么非要挡呢？如果立的话，黑棋现在也只能挡住，如果挡、我挡这个那不是也先手吗？胡一个吧，哎，以后我还搬粘还有先手、对不对？是的，这就是白棋的先手。嗯，那边走完之后这个棋啊可能是，我觉得这个黑棋啊最强，他可能担心，我估计啊，担心他估计担心爬一个。哦，他怕人家立的时候，哎、黑棋先爬。哎，对，他怕财迷这个两目棋。哦，有可能，因为你跳了之后，他再爬。再爬。挡了之后呢，他冲完挡啊没死，是个黑棋、里面是个活棋。这个应该是活棋。这是活的。虽然活得有点惨，但毕竟它是活的。对，你搬的时候它会立一下，对，立一个。哎，你这个有个铺嘛？你大概是这样，我这个活，对，再爬一个。对，很有点惨，两目，但是呢，他有可能担心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他这里被爬掉了四目，等于说，对。但这里面呢，只剩下两目了。对。跟刚才相比较的话，哪个好？好像很难讲，很难讲。所以要白棋要考虑是挡，如果这个很厚，这还有个断，讨厌。哎，所以呢，这白棋就要考虑是挡，你爬的时候我是挡啊还是跳？所以出在这个阶段呢，他没有立。但是呢，即使我就是爬的时候，即使我挡，就是给你挡这个两目给他。你因为爬了一个这儿这么也厚了，赶紧挡，这个不怕。是。然后呢？我就说就把它打掉也行，打的，哎，这个也没关系。嗯，那么把这个吃掉，哎，白棋应该这么想，我觉得他收的挺厚的。哎，这样的官子啊，他你看他把这都成为空了，是不是？这个你也进不来了，这个地方搬了，这个以后搬粘还有先手，这样呢，只要他这个地方割不断，这个棋白棋啊要这样收的话，他的胜面大。或者说他的形势不错，哎，要这样下比较好。对，哎，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走这个。立一个，立一个，对。那么他实战没有这样进行，实战没有这么进行。是，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实战是怎么进行。好的，这个还没有交换啊，是，没有交换，也没有。对，白棋挡在这儿，挡在这儿。那么接下来黑棋应该怎么下呢？或者说他怎么收比较好呢？我们留个悬念。
稍微一会儿回来继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棋，白棋它挡在这儿之后呢，黑棋怎么在这里抢个先手？好，那么看看啊，这个挡呢，它就我说刚才应该先立，你看既然你不立呢，它就搬，搬粘了，对吧？搬粘，对你这个黑白棋虎，虽然这个损一点让白棋虎在这儿，但是它落个先手。对，哎，就这个差一个先手，这个挡和白棋立啊差一先手。嗯，这个先手中央这么多棋还是太大。对，我觉得那个棋落一差一手棋还是差不起。嗯，现在他顶一个是吧？顶一个，哎，这个又打吃两个回来是吧？他白棋忍一下，忍耐，那总是便宜了。这个黑棋顶到一下很舒服。哎，总算便宜，对。那么这个时候啊，黑棋是忍一下在这长一颗，但是这个白棋没有打掉，它长一颗呢，嗯，这个地方有味道，是的，哎，有一些味道，这长在这儿挺在这儿呢，是看似不大，但是呢它关键是给白方啊有一些威胁。怎么说呢？它有了这个长之后，这个中央要考虑啊白棋这个它的危险性了。哎，比如说这个跨段没有，说可能间断也是不是有呢？嗯，要小心，变得严厉了，要小心。哦，是的，你这个没有活，对，你要小心。这里都做了准备了，是吧？都做了很多准备，这个就白棋要小心。这个间断，这个有点复杂化。对，或者说这跨段呢，因为白棋争子有力，对不对？嗯。他可以冲了，把他争死。哎，争死。所以呢，这个间断，但是这个棋啊，白棋是走的这个啊，他补了。嗯，顶了一个。顶了一个，他怕他想本身也大，往里有跳，然后呢也防了这个。嗯。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如果觉得形势不是太乐观的话，嗯，稍微顽强一点啊，如果知道彭权这个风格的话，干脆把木给捞掉也是可能的，补这个也是有可能，干脆你来间断，咱们就再说了，跨是没有，你只有间断，对吧？挡住。对，这个棋不知道会作何响。好。强，再贴一个。再贴一个，我是不是算了？那他这个棋长一个是吧？那不行，那我还是先长吧。断他长，这个地方有两个家，那长，先长吧。走这个。哦，这挺狠的，这样。这个敢不敢这么下？白棋，你这个地方还有个冲断吗？是吧？这个地方眼位，只要你吃不着我。嗯。但是你要小心啊，这个棋，它万一什么之类，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是吧？对，这就比较乱了。哎，这他的拱眼，这是就是如果。力量比较有自信的话，也可以考虑白棋，可以考虑这样。刘老师会这样想，至少会动这个脑筋。嗯，觉得你来吃我，反正做活，拼着命做活，就让你来。嗯，可以考虑吧。不知道这个袁胜珍对于形势的判断如何？他可能觉得也自己也不是很坏，可能是他觉得这个顶啊，本身大，对，也挺大，本身也大，就是，然后也补了毛病了，就没有考虑往这个地方走，他顶了一个这个之后呢，你看下面啊，就是说你看全局这个顶当然很大，围这个空就越围越输，不能围了，在这儿围啊，这个地方还有飞出来，这个没有什么木了，对，不好围了，别的地方呢这都定型了，你吃这个的话也都没啥意思了，嗯，这都基本定，这个打拔是先手，大概是白棋的，哎，对对对，这个什么时候打拔？过一会儿打拔的是吧？哎，而且黑棋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啊，黑棋是不可能长木的，但是白棋有可能长木。这个棋呢，嗯，黑棋来狠的了，嗯，黑棋来狠的了，黑棋，这个这是彭权啊，他这个是比较擅长的，他走什么啊？看看，碰一个，这个棋你看，本来都觉得这是相安无事白棋的空。但是通过这个碰，等一会儿看看结果你就知道，这个棋啊碰一个它很难过，如果搬它会断，它不是挖，它会断。哦，扭断在这儿。哎，对。那如果说白棋挖吃，挖吃我就反打出来。啊，那个吃的太大了。对，这个棋把这个全收。那这个目数太大了。这个是白棋不能接受。不，绝对不能这样想。你只说这个后没用啊，是吧？是这他不能接受。不行。那么你走什么？
这个棋。那你说我这个我立个立个不还不拉倒呢，我还有虎呢，嗯，打吃我还有这个呢，嗯，给你玩劫。这个棋啊，白棋也显得很麻烦。这个劫如果是一旦成功，这块棋还在它的有危险性，嗯，这个白棋也不好办。是的。那么你找一个走什么呢？走这个也不好，这个被他一扳，跟刚才有点像。对，你大吃一样。你这个呢，他这一打，你看，他提掉这一长，长，干脆就给你乱跑。对，这个也不行。所以这招棋很厉害，他没防这个，应该防。应该说白棋啊，赶快打这个，防这个比防这个要重要。你两头防啊，你干脆看哪个概率高。看哪个最想，我觉得干脆把木捞了，逼迫你来给我扭断。那个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好。这个主要一碰啊，他没棋下，走什么呢？那么只能硬吃了，因为刚才两下不行。对，这个退都没地儿退，没有那样退，你退这个也没都没地方了。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行，这个也不成。那还有哪个？只有这个。对，走这个也不成，走这个被毁下来了。嗯，打了还有虎，打劫。那么怎么办？搬这个，那么就形成了，必然形成现在的局面。它粘上，那么怎么办？飞，索性就进攻了。进攻了，啊，进攻干脆来吃了，只能逼迫你来吃。这个吃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做了准备了，嗯，不好吃。搬一个怎么吃啊？长，长一个，你看啊，这个他做活碰尖也很有招，他。走这个，嗯，走这个，下一步我这一叫吃，不说叫吃，我哪怕煎了自作也活的，嗯，是吧？你也只有再吃呢，只有立，这也是没有办法，对不对？这黑棋居然在这么窄的地方，窄的地方要出棋出来，这个地方看看、嗯、这个棋走什么，他要吃他走什么？彭全像这一类的棋啊，他是拿手，啊，他很擅长，他很擅长，他呢这里有一个这个棋了之后啊。嗯，他不是这个，也不是拖，嗯，他走什么呢？挤一个，嗯，看应手，这招棋好，好棋，好棋。怎么说？如果你粘，嗯，他搬了虎是活先手，对不对？搬挡住，对，一虎，虎这个，这已经活了，虎这个怎么办？虎这个如果粘上，嗯，他一挡活了，挡住，这是进活，加我就反加就行了，对对对，活了，嗯，而且他这个还要。搬你的，对，这个活得很大呀，搬你的，白棋还有很多毛病，外面，嗯，对对对对，你可能只有这个点进去，哎，冲，啊，冲，那么白棋度过，嗯，是再铺一个吗？不，这铺一个也可以吧，哦，提掉然后粘上，啊，这个地方有断是吧，嗯，哎，这个地方有断，断了它是不是不太行啊？这样冲也能回家，倒是回家，但是还不满意。嗯，这个还不算满意，他可能啊是单粘也行，单粘。哦，单粘这样更好啊，这个不要乱铺哈，这里。不，他粘这个铺这个。嗯。你大概是要这样，然后他搬这个。哦。这样白棋杀不掉他，是吧？嗯。这个棋应该是杀不掉吧？叫吃。嗯。对，粘上，对，可能还得补一个啊，对对对对，补一个吧，补哪儿？贴吗？贴也行，行，贴住它，嗯，好像是也杀不掉，杀不掉黑棋，杀不掉黑棋，对，最多也就是做个打劫出来，哎，做不杀不掉，因为你提不能提了叫吃，嗯，做这个眼没有用，他爬这个，一个是吧？嗯，哎，那怎么办呢？这个棋。哎，粘上它就吃掉，就吃掉也行。如果粘这个吃掉，好像气不够，你粘上它爬，嗯，不对，嗯，这个应该它只有这个棋白棋粘上可以啊。哦，它可以粘上。可以，啊，这个还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棋我看，啊。那要不您还是铺了吧？这个铺一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铺了提掉，嗯，粘上，等它粘回去的时候，这能断吗？现在断一个是不是有点危险呢？看起来他这个冲就回家了，冲就冲是回家了，回家了。对，这个断的话，这个
断一个也有可能。他如果说粘上的话，黑棋现在是不是可以啊？对，走上面。嗯，这白棋好像坏了，是吧？嗯，白棋这个棋呢，他这个棋贴死了，贴回来。如果长这个呢，他有尖一个，如果这个呢，他有能够靠出来，那打吃这个也行，打吃这个啊，能回。反正是出去了啊、这个不行。这个棋碰圈有这个种种的变化啊，它能够可以粘上的话，黑棋的活路很多，而且还有啊。还有一些变化呢，它这个棋，那么这个棋本身它有搬出来打的也先手，对，这个粘它就搬了虎啊，就能够应该是个简单的能够可以、是，现在呢它是走什么？它是立的，这够狠的，黑棋是吧？粘上简单应该搬虎能够。出棋是的，是他立在这里要吃黑棋，可能是最凶、是吧？最狠的，最狠。但这个棋呢，这白棋棋形太薄了，看一下。如果你断呢，它会粘上。哦，它单粘上，粘上那这样，这个棋粘上，我看啊，这走这个的话，对。对对对，他是不是要先走底下？点一个他只能接住。对对对对对对对，点这个。这个棋，走这个，看来只能这样，比较复杂，对是吧？你走什么？有点乱。嗯，我这个长也不长，我说我顶这儿的话，白棋是不是要打劫了？不，他爬这个。哦，这气不够，冲的时候它粘上就行了。对对对对对，这不管走哪边都不行。你大概走这个，大概只能挡一个。这个啊，那白棋是不是爬回来了呀？这个有点复杂。这个有点复杂。这个棋有点乱，有点乱。不过这个好像觉得黑棋，我觉得黑棋有棋下，对，黑棋是断的这个。他实在断那儿了，断这个是可能，我觉得是最佳选择。最佳选择，第一，你如果走在这儿，它有个长，这儿有个挤，是不是啊？怎么办？这儿要争，那肯定先补这个，不好办。怎么办？先走哪？这个麻烦了。这边被打了一拐，吃已经死了。这儿要挤，这儿要争，这儿就争死了，是吧？啊，已经挣死了，一口气都闷死了。他这儿顺着走再打，然后这样打再打，这儿顺着打就行了，一路包死是吧？包进来，顺着包进来，这个是眼见的。你走不这个也不像话，就这个本身就出棋了，这个就不行了，是吧？这本身就拐着你就出棋了，也不行。这个不可以。打吃他就长就行了。不行，这个那边好不容易逃掉，这底下气也不够。先让你把我抓滑之后，这一挡是白棋死棋，是吧？这个是不可以的。对，然后首先说这个，然后呢我断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如果长这个，那么他打这个，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一打呢，他哪怕就俗着走，这里面也是气不够了，已经黑棋上白棋。那不管是你点了他粘上怎么走都是没有用，都是已经是这两颗子已经死了。不管怎么走，走这个他冲，是吧？这个棋没有用了，是吧？气不够了，就算顶一个他就死了，所以呢，这个长也不成，是吧？那么断的时候怎么办？这白棋好困难。白棋呢，先在这儿点一个，先跳点一下。黑棋冷静的接住，接住也够狠的。这个棋连着两颗子也不肯。但这个一坨子啊，他就是说你来吃不掉我，的确是不好吃了，因为断在这儿啊，你只有两个，一个长一个贴，两个都不成立。这个不好办。对，不好办。走什么呢？如果你拐也不像话。为什么不像话？那这还有个断呢，这也有个断。是，也有个断。而且呢，他可能还有别的招。这个地方有搬呢之类的。
也有别的招，这个棋而且长在这儿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个棋呢它实战是虎的这个，先把这个断点好歹先护住，因为它不好办，这个地方不好办，只有长这个都不好办，虎在这儿，把这个断点打完之后，这因为本身气不够，他把这个断点先补了。那么下面黑棋走什么？搬，好棋，因为你如果断，他一叫吃，接上，然后他这一冲，你就守不住了，这外面都被冲破了，对，守不住，这不好办。那么这个棋已经是白棋不好办了，团住，他团住，团住，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是没有问题了。他这个棋就正常打一个就可以，打这个，打这个就可以。白棋假如说长，对，他就吃，再粘上，粘上，那边再，这已经冲回去了，你的爬回去，啊，只有爬回去，对吧？好惨，这可能这样，这样我觉得啊，这个棋黑棋应该这么下，这样下呢就形势一下就翻回来。形势对黑棋有利，你这个是本来这块棋是你的空，结果你的爬一路二路混合爬回去，我还有中间还有我的棋下，还在搞不清楚，而且这块棋还没有彻底活，是不是啊？两冲你都是这个全假眼，这个棋黑棋好下，是，所以这个打是正招，应该打。这个时候打一个呢，白棋估计是要只能这个跑也没意思，他大概是这样，这是正常的。如此的话，就黑棋形势啊不错，而且已经大获成功。你想，原来是你的空，我被我抓到中央，你这个棋被我两冲啊隔开，你还没有，还有种种的利用，这个棋就很好下了。对，这个棋黑棋好下，是不是？没错。你这个全局就是很舒坦，应该是不错的棋。黑棋这么下就行，这也是彭全他也是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个后面呢，他这个过分了。我们看后面啊，他应该这样打，应该这么下，应该这么下。觉得，对，他白棋团的时候啊，他居然走这个，把路给你断掉。把白棋先还有这他这个爬二路回去的都不肯，太黑了，太过了，过头了，过头了，这招棋太大，这招棋他长的吧，他走那面，他走这儿，过头了，黑棋单长，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白棋长，对，这个对，这个黑棋在忙着从这个缝里拱出来，那比刚才那样连回去差多了，没那么简明，对，而且不简明了，这个现在至少有点看不清了，这个回家的路，这个不太好。白棋跳，是他觉得这样呢让白棋会难过一些，是吧？他主要看重目数，这底下确实冲一个让人家度过呢，这白棋有几目棋，他把几目棋破掉以后还能吃这个目很小，中央这一步棋太大，抓一个太大，对，木他想把人家全断，还不肯让他回家，这种二路回家还不肯，这个就过分了，这不过分，过分之后呢，这个你本来可能一举优势的时候变成了未知了，是，现在就乱了，现在是搬，黑棋搬，搬一个是他认为比较舒坦的，他觉得你应该走这个，但这个棋啊，在此之前白棋有利用。先断一下，断一个呢，会你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个呢，他被他团一个呢，这里面正好是这可以得七目了，是吧？对，会便宜点，断一个呢是会便宜点，你就是说团你要这样被再断他打这个了，先断呢可能会便宜点，再粘便宜点，对，但实际上这个棋啊，白棋单扳可能更凶，单扳这个可能目更好，还可以这样，原来你这个不走，我这一跳你是死棋，对吧？是的，你走什么，你走这个你还目更少，更少，对吧？这目更少，对对对，应该单扳可能更好，他是单断，那一吃实战就这么走，他走这个是吧？好，我们看接下来黑棋中间跳点一下，跳点，对，接上，对，再贴，这样形成这样的变化了，这个棋
哦，是贴的啊。对呀、啊。哦，这个棋也是，不，即使如此，黑棋在这儿、白棋在这儿竖几个，已经便宜了，这儿还能成不少木。没错没错，以后会长出木来的。哎，虽然你隔断，这个也便宜了。嗯。好，我们接下来看。把这个打拔了。打拔是先手，绝对的。这个是愉快的一个打拔，这是这个的挡的后续的手段。那么下面就是一个中央处理的一个，怎么走了？点在这儿，点一个很大。确实，这个地发的定型，我觉得刘老师很困难，就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才好。点一个呢，也是来继续来冲击你的保卫，也占一点小便宜，也是挺好的。点一个。威胁他一下，威胁一下，要抢先手啊！他走这儿，对，搬，对，黑棋虎一个，虎一个，对，他在这儿，他还是想要抢控，不肯这样很单纯的连回去，对，这实战啊，对，接住，对，那么黑棋一看呢，就赶紧回过头来冲这儿，他是想让你干脆连回家算了，对，就给你定型了。他在这儿白棋也定型，都连起来了。嗯，那这个薄啊，原来有点薄啊，他都这过去了，这都变成厚了。对，哎，这样的实际上如果这么走下来，黑棋啊，你是当官让白棋竖成这样，不如刚才那个拔一个。对，是吧？那肯定不如，这儿人家长出木来了，长出木了啊，对吧？就因为你就看了这个冲，不如人家长的木，是的，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他走什么了？他走了是，他不肯连了。对，他是冲一个，黑棋冲。白棋长。长一个，对。再冲。再冲。这个黑棋就挖断了。嗯。挖断了。挖断。是吧？对。挖断。他在此之前呢，他先交换了一下。对，交换一个，这是独秒。先立了一个。独秒。看起来像。我在旁边看了，这是独秒当中的一个。也是打将读秒，时间上他有问题了。我还以为他是想让黑棋立这个，然后他这个挡先手。不，他不是那样，他是读秒打将，考验他一下是吧？打将，嗯，走成这样，然后黑棋先这得走，不走的话啊，先接住了，对，对，他是接住的，对吧？接住这个，接住的，嗯，然后白棋脱先，是。现在已经活了这个棋的，这个棋呢，走了这一圈呢，白棋落了个先手，但是呢，他所损失呢就是这儿能够被黑棋先手冲掉，能冲个这个六目八目棋，能冲掉，但是呢，这时候棋呢，这个落到白的先手，白棋能够先动手在中央走棋，那中央那一手棋也不得了，那可不止先手八目。是的，所以这个棋就变得难说了。现在白棋冲击中央是个关键，这儿他走在这儿，这个棋很厉害。他这个你的薄啊，现在白棋都很厚了，都很厚了。这个也是，它是活的啊，活的。这招棋是相当厉害。怎么个活的？他这个是现在走了，他拐了一下，拐一个，立下去。对。这个棋呢，应该说这块棋怎么算活？你如果挡，它就做眼就是活的。因为这个一路立先手可以拐过去。如果你来吃我，对，再过来，扑，黑棋扑，对，它能够一路回家，一路回家，它不管怎么说，我算是活的。底下是个眼，这那个眼你破不了。我这儿是铁眼，那底下那个眼你破不了。这个棋呢，你换句话说，别的你还这个棋呢，要想。冲的话他还能尖回来，对不对？两冲他能度过，一路反打，所以这个挡他能够粘上呢，粘在这儿呢，他这个地方还能够这儿能多成一目。你双他能是这儿两目，这儿变成三目，这儿还有五目棋。是的，五目棋。这个现在黑棋大概那个地方形成也只能这样了，实战就拐了一下，拐了一下，他退一下，对，啊，黑棋放着不走。然后这边呢，他选择了弃掉。弃掉，他如果冲啊，他还有点担心，怕这个薄啊，怕收不住。是。比如说这个走这个，你走什么？很困难啊，黑棋。很难过，走什么？这个棋走这个，它有个顶，这儿有挖，你受不了。你走这个呢，这个棋看见吗？这一冲，全是假眼。这个地方。
这个差就断了，这受不了。嗯，是的。你走什么呢？这个棋他有点担心，嗯，有担心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棋干脆就这样。气子了，他是这样，再来一下。这个他退一个，但是呢，要话说回来，这个被他割掉这几颗子啊，这是三颗子。嗯，虽然说只有八目棋啊，但是呢很厚，这面还留着。嗯，又割了一层皮，这个肉啊，这个是来说，应该说先手割掉还是很大。这就是当初刘老师强调他要打实。对对对，当然很厚啊，这后面什么都这些都发生不了。哎，这个是很关键，这个地方走了之后，他全局就控局了。这个现在黑棋得到什么了？这个能够便宜了目了。嗯，就便宜了这个，但是呢，损失呢，这一个走廊，也有不少目，十来目，这儿也先手割掉了。这两个加起来比他这个损失以及这个损失呢，白棋便宜了一点。嗯，比那个便宜。这个棋黑棋如果打了，比现在棋要便宜好几目吧。对，那现在看起来局面还是很紧张是吗？总体来说现在很紧张，现在应该说白棋不差啊，应该说白棋不差。他黑棋就是因为这个放松了一下，让白棋走后了之后，全局并不差。棋真是一点都不能松懈啊。嗯，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官子到底是怎么收的。他官子啊，冲，嗯，挡住，对，白棋拐，然后黑棋把那个二路跳，这个是他的决心，嗯，决心啊，这个特别大，白棋冲，对，挡住，挡住是吧？黑棋把这个挡下去了，他觉得这个最大，而且是先手嘛，本来就是。这个啊，嗯，因为白棋现在赶紧得做活，但是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挡呢，按之前的预计啊，如果他在白棋就黑棋在这个靠之前先挡的话，白棋应该说马上就会走这个，嗯，但是呢，这个棋啊，这个棋现在他正招，我觉得还是应该走这个，站在这儿，站这儿够。哎，这招棋就定型，就这样算了。嗯，哎，这个渡过呢是想落先手。对，他实战是这样下渡过，渡过黑棋打吃，对，粘上，然后把这个冲了。对，这个冲不让他粘了。这个冲掉好一点，好一目棋啊。嗯，这官子还是碰这个棋呢？这个棋呢，就是说，现在黑棋不能脱先了。嗯，他因为有了个这个之后呢，你这个打吃是先手之后呢。你破眼的话，这儿破这个眼呢，这个不是有个立先手吗？嗯，破这个眼的话，他能够挡这个活了，弯四活了，挺大的。对，而这个活了之后呢，你黑棋这一块啊，没活。对，怎么说？所以他实战，你我就一补这个棋，你是没有活了。没错没错，只有一只眼。嗯嗯，所以你的补棋了，在补棋之前，这个打之前呢，他是先尖一个。嗯，这个是关键。挺好的，关键。这个棋呢，嗯，哎，这个棋本身是打吃先手啊，他以为这个成为一个误算，他打吃先手啊，以为是这样的，嗯，结果白棋搬一个，觉得是个好手，就出在这个地方，嗯，就出在这儿，白棋一搬是个叫勺子，对，我们叫做勺子。怎么走？怎么说啊？现在黑棋尖了一个，这一下，他这变成了个恶手。他现在不能粘。如果粘，他不打了，他从这儿搬一个，嗯，你这个地方只有一颗眼了，不是说粘变成后手了。原来你是能够渡过，嗯，对不对？他没想到这个尖也是先手。如果你这个他能够点了。你如果哎，这个就死了，已经进死了。哎，你如果走这个，他就爬一个。嗯，这儿一个尖，这个他出了个勺子，他误算，对，误以为是这个先手啊，他没想到这个也是先手。啊，哎，这个就误算了。这个尖一个这个之后呢，白棋就因为这一招棋，嗯，出问题了，打在这儿，打在这儿。
那这一下他连通了，和刚才那个不一样。他连通之后啊，你这个先手过去都是先，过去是什么？如果在这儿的话，这个都先手就不一样。这个棋啊是这个棋是白棋啊，正招呢他尖的时候只能立。单立，只能单立，然后黑棋打完了，打一个，我粘上，回去做活，做活把那个吃掉，白棋把这个挤掉，你大概是提，估计是提，应该是这样，这个搬一个，然后再慢慢收，这打吃先手之后的白棋尖着，真如此这样的话，是白棋还好一点，哦，白棋形势好一点，能够稍赢个。一目半呢、或者是还是很微细的，就是、一目半两目这个有可能啊、但是实战呢由于白棋这个失误，这胜负的天平一下子就往黑棋这一边倾斜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底下的官子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完了，就刘老师那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执黑的彭权是中盘战胜了袁胜珍，为这个辽宁决华岛队主将之战夺得了非常宝贵的胜利。那么这个棋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彭权的中后半盘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吧。对，是的，后面大概能够赢个一目半两目的时候啊，他要打劫，最后劫财又不够，所以呢，最后输掉这盘棋。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